台湾人多爱买卫生纸，数字让你天哪，是什么？卫生纸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，但是你知道台湾人一个月买多少卫生纸吗？今年初，环保署推动卫生纸丢马桶政策后，带动网购环保卫生纸高峰。光是卫生纸这个品项，今年在 PC Home 已经卖破5000万包。不看动新闻，天哪，是什么？报道。